安南角有个清一色的。我知道，我是说它的柜子快要一个颜色了。我真要存在这动物。没有给他拍，超猛的进港啊！啊，现实跟长期，长期是第一，对不对？开始小球的是他，那个不大。现在那个线圈被挡住，我没办法拍啊！长期拿 SSI 就动喽。啊，长兴就堵在15那边干。没有啊，重点是航道将它那七万重靠背。没办法，只能这样拍了。怎么这样拍呀？不然没办法拍呀。我堵在那里。好，先回去啊。帅。这两个票，然后我这样就不行了。哦，拜拜。